过来人甲我讲，林振东这么大，林振东这么强，你敢袂惊？我请问在座的六个人，恁敢袂惊？恁敢袂惊？恁袂惊，我就袂惊。高雄，你淡只这两年来，你有生活过得较好无？有无？哦，薪水有较好无？你即马市政府无要面对问题，他们只会想解决提出问题。今天柯志恩在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当中，我再一次的发声，我再一次的承诺，我要把高雄的好，高雄人的美，让全世界都看到，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进入我们高雄好玩级的机会，真正爱好玩级的机会。国民党不是没欢喜，国民党已经退无可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下去了。台湾这一仗需要我们把它撑起来，对不对？李亚珍今嘛对民进党退心，各位，他直接的面心好吧，让伊输去高雄，伊较知影反省，对不对？有，请大家相信柯志恩，柯志恩不是一个正派清廉。我以我在天上的父母亲发誓，我以我两个孩子发誓，我以我教我25年来我的学生发誓，我绝对有办法把我们的高雄，我要告诉大家，高雄的未来不是未来的4年，高雄的未来是未来的10年跟20年，对不对？让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的教育翻转这一切，让我们重新带领高雄走向世界的舞台。真正落雨台湾无离开，都无离开，想到开始怎么样啊？人民啦，就是恁啦，甲恁家己拍一个破声一个啦。民主政治主人是啥物人？那是人民。你一个查某人，两个囡仔的妈妈，你完全无机会，你完全无，生到会出嫁。但是我要甲大家证明，你若唔惊输，你就会赢，对无？请你给柯志恩一个机会，国民党需要跟人民站在一起。我今天从台上站在下面，不风吹雨打，不管雨滴，我就是跟各位站在一起，我一定跟各位站在一起。所以请各位给我们机会，请各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我不会是奇迹，我不是奇迹，高雄的奇迹是高雄的市民。我不是奇迹，但是给我机会带领高雄创造奇迹。我刚刚看到国旗冉冉的上升的时候呢，我在小时候在屏东，我都是一个旗手，然后呢，所以说呢，唱完国歌升国旗是我每天的日常。我不知道现在会变成只有在国庆日还有在元旦的时候才能够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中华民国国歌的一个好听，跟国旗冉冉上升的一种平和。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我们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让大家再挥舞一下，让我们这一片的国旗能够永远的传承下去。睡眠问题的话，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